心情不佳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？心情不佳的时候我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分散注意力，看电影，要么就去自驾游，吃点好吃的。当你工作不忙的时候，你有想去休息或者度假的地方吗？哎，有，我非常喜欢自驾游，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。夜晚的时候你更喜欢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待着，还是跟你的朋友们家人们去相聚？我现在夜晚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待着，在剧组拍戏呢，过年的时候跟家人聚了一下。在本次安乐传合作当中有什么彼此之间的趣事吗？我俩经常在片场讨论横店有什么好吃的，热巴给我推荐过横店的新疆米粉，我尝了一下，很好吃，但是有点辣，加四川肉。大自然对你来说是？前段时间休假的时候拍了一部保护环境的宣传片，希望大家都能善待这个地球，保护好环境，从你我做起。更喜欢看瀑布还是小溪呢？更喜欢看瀑布。在日常生活中你更喜欢的天气是什么？阴天、晴天、下雨天、下雪天都喜欢。在生活里有什么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吗？发呆偶尔会有那种情绪非常高涨想要看书的时候。工作与生活中哪个瞬间是让你感受到自然与力量的时刻呢？应该是生活中自己去游玩的时候，去一些山山水水的地方的时候。本次在自然风景中的拍摄你感觉怎么样呢？回到童年的感觉，虽然我童年的时候没有去过瀑布边，